吴亦凡删我的时候我头都不回，张一山拉黑我的时候我也毫不在意，但是当你双击的时候我却开心的像个孩子。我家床塌了，空调也坏了，电也停了，水也停了，我可以去你家睡一觉吗？晚安。早安。今天怎么觉得我这么慈祥呢？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，加油。愿你现在的努力会换来更好的自己，你最棒。嗨，想我没？仅仅只有一晚上没见，加油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希望你永远单纯，永远正直，永远善良，努力。你完了，你妈让你娶我，你爸也是这么说的，你妹说你要不娶我的话就打死你。你自己看着办吧，给你一晚上的思考时间，晚安。